上哪个字最能温暖心事，包容我们任性的词。世上哪个人一直守一盏灯，不管黎明黄昏，点亮人生。哪个字是家，哪个人是家人，一直陪着你在时间浮沉。不管去到什么地方，遇到什么困难，永远都有故乡和肩膀。我是你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星光，彼此都是彼此的方向，永远不离不弃的伴。一起走过的岁月，一步一步都可贵，不用万语千言，团结让心感动体会，不怕山高水远。一起走过的岁月，点点滴滴都珍贵，穿着爱的信念，酸苦淬炼，收获甘甜，人生的路很远。燕珠啊，我听纯爷说，一起培训做志工那个王师姐，她儿子去世还做器官捐赠呢。嗯，我们大家都真的很佩服她，可以舍得放下。他那个儿子是他唯一的儿子，哎，能够这么做，我觉得很了不起。你也赞成啊？我之前有跟阿公也聊过器官捐赠的事，那时候他还没什么想法。不过上次他去大林听了，回来跟我分享，分享到很感动，眼眶都红红的呢。我想到我都觉得很恐怖哎。一个人不管怎么走的，都应该让他好好走，这样才可以安息呀、啊。我没有想到王师姐会愿意把儿子捐出来。用想的可能会觉得很恐怖。下次如果有时间，阿寿，你可以去了解一下。知道整个过程之后，说不定你会跟我一样感动。陈哥，你不也觉得这是做好事吗？我是没有觉得恐怖啦，也觉得是做好事，只是。毕竟是中国人嘛，观念上比较难接受一点，没有全尸怎么入土啊？哎，佩文睡了。嗯，睡了。有在谈器官捐赠啊？嗯，我倒是很赞成，因为人往生之后火化了，身上能用的器官也就烧掉了。可是多少人却盼望这些器官来救命，有很多人等着眼角膜再重新看到这个世界。怎么会有这种观念啊？所以你看有人在推广，拿过传单，那时候我就跟月琴讲，有一天我走了，我把身上能用的器官全部捐出去。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很久之前啦，就很久之前不知道在聊什么的时候讲到的，我就跟他讲啊，这是一个新观念，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被接受，叫他不要在长辈面前乱讲。对啊，讲这个多不吉利啊。还有太少，上人常常说，生命是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。其实我自己是蛮赞成器官捐赠这个观念，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大爱精神。不过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懂得孝顺，好好把握当下，活在当下，对吗？哦，放心啦，那个说的是多久以后的事。总之，人要坦然地面对生死。我投器官捐赠一票。你手也投器官捐赠一票。明天的事没有忘记吧？怎么会忘？我们佩欣要周岁生日啦。那
你今天下班早点来公司接我，我们先去幼稚园接佩文下课，再一起去买佩欣的生日礼物。好啊，可是我要先去买佩文的红豆饼，他最爱奶油口味的。你先要买什么礼物了吗？不告诉你。哎，真想看看佩欣拿到生日礼物的表情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去上班了。工作不要赶，小心一点。吃完午餐要睡一下。好，我知道。今晚上我们出去外面吃，结婚之后难得约会一下。等这次案子忙完，我想好好休个假，说好带你们去环岛旅行，一直都没有实现。这次我们四个一起去。说好了，那你不要失约哦。嗯。打勾勾。好了，赶紧去上班。好啦，拜拜咯，路上小心哦。好，晚点见。大哥，你今天怎么一直在电脑前面，还不去工地哦？等一下就过去啦。奇怪，怎么跑这么慢？什么很慢啊？你是不是不会用啊？我帮你用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什么东西那么神秘啊？我要跟大嫂打小报告喽。以后你就会知道了，现在先不能跟你讲。为什么现在不能知道？你到底在干嘛？这我要自己完成啊，你先去忙啦。什么东西？在到院以前就昏迷了，医生说是癫痫呐。不过你爸爸说不可能，坚持要检查做断层扫描，现在已经推进去检查了，我们大家都还在等结果。你们是林耀腾的家属？是，我们是他的父母。断层扫描的结果发现是脑干出血，压迫到中枢神经，导致昏迷。我建议你们赶快转至台北的医学中心，这样才能做进一步的处理。你们家属商量一下，我去做那个转诊的病历会诊。脑干出血，怎么这么严重？我跟玉红、裴耀腾坐救护车，其他人，宫内。你开车载回去吧。啊，那我们到医院会吗？
您是林耀德的家属吗？啊，对，是，哎，是。这份麻烦帮我签一下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不是已经转诊到这里来了吗？病人送过来之后啊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，然后看他出血情况又扩大了，所以目前只能先送到加护病房继续做观察，因为他昏迷指数降到了3，完全都没有意识。那我们觉得这样的情况有必要先让你们了解一下。拜托一下，努力帮我们抢救好不好？我会尽力，但是情况相当的严重，恐怕连动刀都相当困难，也很危险。不可能，他今天早上还好好的。对啊，是不是哪里弄错了？就算是脑干出血，为什么不能开刀？为什么这么快发病危通知啊？出血的位置相当的不好，如果我们硬是动刀的话，风险会相对应的高，所以目前只能先用机器维持他的生命迹象。如果有任何动刀的机会，我们会再跟你们做联络。你先去帮妈准备几套换洗衣服。好。耀彦，早上还好好的，怎么会变这样啊？我的征兆，大哥会不会怎么样啊？我要收拾一下。大哥一定会没事的，这么久都还没打电话过来，一定是还在医治，对不对？大哥那么壮，你从来也没有打赢过他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对，大哥一定会没事的。出血的情况相当严重，就算救得回来，可能也会变成植物人。所以目前只能先在加护病房持续的观察，情况相当的不乐观。我想跟你讲，是不是应该让阿爸阿妹知道药残住院？叫佑威跟阿爸阿妹说一声吧。还有件事情，如果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把握时间？考虑一下把药腿捐出去。
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这个。姚晨早上还好好的，我不相信他就这样走了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老爸老妈来啦，你赶快起来啊！耀腾最勇敢的，对不对？每次跌倒都会自己爬起来。我们耀腾好勇敢哦，不要害怕哦。好，老爸老妈在这边，不要害怕。叫我学习接管公司的吗？结果来工地不是搬东西就是扛东西。我看你是要来这做小工的吧？你小工都做不好，你别人想做什么？基础没有打好，别的都不用谈了。你跟叔叔们都为这个工程每天都在加班，现在还查资料到这么晚，你身体撑得住吗？我都按照你跟爸一直去公司上班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林耀腾，你妈是关心你，你是什么态度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在工地工作要确实，不可以马虎。又没有倒，那你是要等啊？你就算不好意思在大家的面前夸自己的儿子，但就老板对员工的角度来讲，你赞美他一两句是会怎样？总之，人要坦然的面对生死，我都弃冠军这一票。
刚刚我看着耀腾，想起以前对他这么严格，我觉得我劝他好多啊。莫阳兄疼，你知道吗？在耀腾眼里，你是他的榜样。他一直希望能做得像你一样好。什么榜样啊？我连他的心愿都差点忘了。你说器官捐赠的事哦，你应该是记得这件事情，才会开口跟我提的吧？你觉不觉得？城市里的星星没有山上的亮啊。黑啊，可能山上没什么霓虹灯，星星真的看起来比较亮。怎么突然讲这个？我在想，一颗星星掉下来了，别的星星会不会变得更亮？我们耀腾走了，是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？春国，你决定了，走了一个耀腾，让那些需要的人从此健康的话，是一个了不可得的福报。道理我都懂，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不一样。这很难，我知道。真的好难下决定。我也是看着耀腾长大，从他会爬会走，学会开口讲话了，你手你手这样叫，在我心里他也像我儿子一样。现在他变成这样，如果最后真的无法改变，我会更希望他不要带着未来的心愿离开。回去跟阿爸阿妹他们说吧。医生说，如果要捐的话，明天就要做决定。耀腾身体那么健康，我们试着把他的心愿发挥到最大。能帮助多少人就帮助多少人。
你想说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耀腾有一次说他你说器官捐赠吗？自己小孩的心愿，我当妈的怎么会不晓得？我也不希望他带着遗憾离开。就算我心里再不愿意，我们就照耀腾的心愿去做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。怕你放不下，放不下也得放下。月琴呢？啊，他也在家务病房门口动都不动。待会先带月琴回去，跟他好好谈谈。毕竟是父亲，如果他同意的话，明天早上我们再跟阿爸阿妹他们说。说，上人有说过，死是生的开始，往生只是从这一个世界转到另外一个世界而已。所以我们耀腾没有死。一直活在这里，有人这个孩子这么善良，愿意帮助别人，主让他带着未了的心愿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他一定会遗憾。太瘦，是做人家母亲的，孩子就像身上的一块肉，这样子分出去，我们当然会舍不得。可是这样子会有更多的父母可以重新获得健康的小孩，让更多的病人重新获得希望。我们耀腾，他牺牲自己，舍了身，做了菩萨。玉红，彦仲，你们就先带着月琴回去吧。我跟广爱再守一晚上。
回去。昏迷不行啊，医生说醒来机会不大，你爸跟你弟嫂还在医院。妈，你先过来看看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我们一回来就这样了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原本要拿去丢的，但姐说太奇怪，叫我先不要动。你们两个去收美家把佩文佩欣接回来。老爷，月清，现在事情这样子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什么意思？医生说，除非奇迹发生，不然，耀腾的心愿你应该知道了。如果要捐出去，明天中午之前要判定脑死。所以你爸都觉得我们要先问你的意见。你要想清楚哦。我知道那是耀腾的心愿，他也不止跟我说过一次了。虽然他每次说的时候，我都要他不要乱讲，但是我知道这是他的心愿。我们这些年轻人要懂得孝顺，好好把握当下，活在当下。放心啦，那时候是多久以后的事。总之，人要坦然地面对生死。我投七万就这一票。那么年轻又孝顺，你就这样子把他带走，你怎么不把我这个老的没有用的带走？你让我白发送黑发，不公平。爸爸，你不要这样讲，这样耀腾他会伤心，他怎么好好走啊？上人说，人生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如果时间到了，那我们让耀腾好好走。阿公、阿婆，那是耀腾的遗愿。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很舍不得。可是耀腾，
他愿意捐出他所有的器官，说这样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很多家庭。我希望可以成全他的大愿。不可以，我不答应。我这个孙子生病，一个伤口都没有。现在他要走了，要在他身上割这么多刀，不可以。不行，就算要走，要让他完完整整的走。阿爸，剩下药疼是痛，放下他也是痛，但是我很高兴我有他这样一个好儿子。我跟月琴一样，我们都希望可以完成药疼的心愿，但不舍都要放下。拜托阿爸阿妹，你们能够成全药疼的心愿，拜托。就很好，爱运动，爱踢足球，也没生过什么大病，连感冒都很少。可是现在这个健康的身体，继续啊，也许他想帮助其他的人吧。你看看，你每一次去牺牲，你自己辛苦，孩子们也很心疼。这辛苦更不舍，你记得吗？姚腾常说，如果可以帮阿公去牺牲就好，如果可以帮阿公痛该有多好。他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孩子，他现在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让他们不再痛。
你怎么能不帮他呢？好不好？舍不得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真是要疼的心愿，让我们再疼他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手术的过程很圆满，药藤捐出了心脏、肾脏、眼角膜、肝脏，还有骨骼，给将近十个生命带来新生。药藤的这份爱也会在别人的身体里继续活下去。药藤的事，上人知道后很感动，请惠美师姐代为转达。上人说，世间求不得的苦，赶快把它舍了，舍出了无常不清净的身体，让它能化无用为大用。这就是觉悟了人生的无常观。既然求不到，舍去掉
就要清安自在。这一路上要感恩很多人，像医护团队，还有慈济师兄姐全程的参与和关怀，一起送耀腾最后一程。定二十个，现在都会很累耶。就是要让他知道生意没那么好做啊！你的计划失败了哈。耀彦这个小孩子那么孝顺，雷某。啊，那一个暗功啊！来不及，更懂得珍惜简单的道理，却常。平凡的幸福同分析，因为有个小小梦想开始去飞翔。